谢谢你啊，放心，有我在呢。哎，闪开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啊！
我现在不行了，你要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了。小玉，就托付给你了，托付给你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 这是任杰生前交代我转交给你的，希望你能用得着。嗯，小云，今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谢谢你，小云，你要节哀顺变呢。我走了。 我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了，从今以后，不许再做毒品的生意。是谁在违抗我的命令？枫叶，是黑皮在后面操作。什么？又是黑皮？不错。这个小子，老是违抗我的命令。枫叶，我看他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。 什么局啊？你没看见我在跟别人比赛？看到手的鸭子全飞了。我搅局？我可是找了你半天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担心你今天的听证会非比寻常，你要小心应对，弄不好会丢官的，甚至会惹上官司。嘿，你放心，他们抓不到我的证据的。还是小心点好。我会应付的。 看过你的人事资料，功勋彪炳。前几天你和任杰破获了一宗贩毒案，但赃款却短少了很多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在现场应该知道才对呀。你呈报上的数目与事实不符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曾经询问过嫌犯。你们宁愿相信嫌犯说的话，而不相信一个执法者说的话吗？那要看他的操守。 我尽忠职守，而且我是清清白白的。那你看，你每个月要付房屋、车子及保险贷款，开销很大呀。以你一个警务人员的待遇，是无法承担的。你可以起诉我，调查我，但我不能忍受你的侮辱。 只要让我抓到了证据，我一定会办理的。
这两块模板制造的天衣无缝，可以以假乱真的。啊，哎哎，老岳啊，咱们俩一人保留一块。 以免谨防注意。好的，啊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这一模板，冯烨一定会喜欢的。等一下，把东西留下来。黑斌，你想干什么？这还用问？ 当然是你们首领东西了，啊，这东西是冯爷的，哼，是冯爷让我来拿的，不可能。如果你们不拿出来，一个也别想走。你，把东西留下来。哎，别动。 结果如何？想要修理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进来的时候，看到沈老大没有？看到了。听说最近又进了一批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盯他很久了。 黑皮想要板子，他是做梦。对，我们就是不给他。有冯爷撑腰，我们怕谁呀？对，想要活命的话，乖乖的都给我听话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得罪了？冯爷知道了，不会坐视不管的。 我要做的事情，谁敢阻拦我？别多管闲事！站住！警察！
看你往哪儿跑。走。什么？模板被抢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冯毅，是黑皮。又是他！这小子坏了我的大事，我要亲手宰了他。冯毅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以您现在的身份和地位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要不会毁了您的名誉。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。他现在是通缉犯，警方自然会抓他。怎么搞的？居然会有嫌犯在你面前行凶？报告组长，当时餐厅里客人太多，我们怕贸然开枪会危及客人的安危，所以就……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慧英呢？他正在侦讯犯人。啊，叫他来见我。是。组长。啊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嫌犯是有外国身份的。他们是有权审讯的。这案子是我的，这人犯是我抓的。组长，我亲眼看见他杀了一个人，连客人的性命也差点赔上，他们要他也可以，等他判刑坐牢以后再说。哎呀，我决定不了，这是他们方面传来的资料，署长已经交代下来，由你和国强负责把他们押走。这是哪跟哪儿啊？我们辛辛苦苦抓到的犯人，却由他们去先审。哎呀，慧英，我劝你先忍耐一点儿。只要你正直行事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，懂吗？是，组长。嗯。送这个杂碎要花我们多少钱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纳税人倒霉，我们每天拼命的工作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。你看这个杂碎每天花天酒地，就跟打爷似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人穷志不穷，只要邪不胜正就行。当地警方来接我们了。我是重案组的组长。我是刑事组杨慧英，他是我的同伴邵国强。请问有没有公文？你们辛苦了。嗯。嫌犯交给你们了。啊，把嫌犯带走。是。辛苦你了。这王八蛋。哎呀，总算交差了。这次回去我可得好好的玩一下。拜托了，你玩我可要好好睡一觉。走啊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是重案组张组长。啊。哎呀。你这个安排实在是太好了，真是天衣无缝啊。人家不想失去大哥，想了好久才想到这招吗？你这招实在是高，连警方都蒙骗过去了。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嗯。可是他们有公文呢，我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可公文明明是他们警署开的，所以我才签字的，我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是，是，
我会处理好的。好，二位，对不起，我们署长有请。请进。啊，署长。你们两位身为警务人员，竟然会在押解人犯的时候出错。哎，当时他们持有的是你们的公文的，难道你们就没有辨别能力吗？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当时他们还持有你们的放行证。根据资料，两位都是优秀的警务人员，难道说你们一点警觉心都没有吗？请不要这么快的下断言，贵警署的工作能力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办事能力。我承认今天是因为我的疏忽，但是我不能背黑锅。对，问题是出在你们这儿，还说我们没有辨识能力。人犯是因为我的疏忽而逃脱的，只要给我充分时间，我一定把人犯擒到的。警方会找到你的人犯的。警方？哎，我们就是警方啊。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管辖，最多只能观察。你们还是回去吧，这一切交给我们警方来处理。署长，我想你不愿意造成国际事件让你头疼吧，你休想把我撇开，逃犯是属于我的。这案子应该我们合作。哼，如果我通知新闻媒体的话，到时候你会后悔的。嗯，好吧，你们二位留下来吧。谢谢。但是必须把枪支留下来。哎，没有了枪械我们怎么办案呢？从现在起你们必须要遵守法律，知道吧？哎，嗯，他说如果我们不缴枪我们要坐牢的。非缴不可。对啊。署长，希望你能派一个精明干练的警察。当然，你放心。很好。啊啊！我说他有没有搞错？哎，这错又不在我们，跑我们大儿子去了。好啦，你就小说两句吧，这事由我来承担，不碍你的事儿。这算什么话？咱们俩拍档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埋怨过？只是，哎，行了。二位，你们也不要发牢骚了。我们署长呢，就是那个脾气。你习惯了，我可不习惯。行了，国强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啊。啊，刚才有电话来，你们两个跟着我，说不定啊，可以找到线索。哎。去碰碰运气也好啊。啊，简直太可怕了。就是啊，这边的事。案发的时候你们都在吗？都在。简直混乱一片，就听到枪声了。就是啊，吓死我了。各位，我们警方正在办案，请大家多多合作。哎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去看一下死者？啊，请吧。嗯。是啊，真是的，真没想到。这是在机场冒充警察其中之一。你有看到吗？是吗？你能确定？没错。你看，他没有反抗的迹象，脖子上一刀毙命，我敢肯定，凶手是个左撇子。来，到这边来。依我看，他刚死没有多久。你看这个，依你看，你会不会觉得是黑皮他们窝里反呢？嗯，有可能。就是，那是吗？我等你们去查查，你四处看看。嗯。哎呀，你看，
怎么办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就是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当时是怎么回事？我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是啊，就听到枪声响。嗯。你看，痛死我了！忍忍啊，没关系，用漂白剂就可以把血迹洗干净的。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国际刑警杨慧英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新闻闹得很大放走黑皮的国际刑警杨慧英啊？我可不可以跟你私下谈谈？可以啊。对不起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认识被害者吗？不认识，他们来这儿喝酒，没多久就出了人命了。那凶手呢？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？还有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我看到了，他还在我的背上留了地址，吩咐我一定要转交给你呢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你为什么不跟我合作呢？你为什么处处要刁难我？因为我还想多活几天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黑皮和他的老帮主火拼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大家都知道，除了你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个女的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她会怎么说呀？我是一个观察员吗？哦，对了，回去转告你们署长，如果他有诚意的话，我就公开。哎，我和你一样是警察呀。是吗？我看你比较像风纪督察。我像吗？哎，国强，去找张地图看看回饭店怎么走。嗯，好。哎，你们不搭便车了？我们走路回去。我要黑皮的档案，同时今天晚上凶杀的报告，以及所有与本案相关的消息。嗯。哦，记住，我明天就要看到。啊，你放心吧。走吧。嗯。这两个警察如果不除掉，会妨碍我的大事。大哥，我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跟他们拼了。你给我盯着他们，有机会就杀掉他们。是。哦，还有大哥，我查出杀上官的人是冯子祥的手下。这个老狐狸，我早料到他会这么做的。你们也要小心行事。是。三年前他闯入的帮会，后来从街道迅速升为小头目，他还控制了几处码头呢。这么说，昨天晚上的死者是黑皮的手下了？不过他们怀疑是冯子祥派人下的手。哎，黑皮边上那人是谁？哦，他就是冯子祥，大帮主，就像教父一样，开赌场、包工程、敲诈勒索，无所不为啊。他跟黑皮什么关系？这个嘛，我就不大清楚了。我知道，黑皮曾是冯子祥的手下，他们窝里反，大火并，而且到处杀人。报告组长。有人密报黑皮藏匿之处。好，大家马上准备行动。是。哎，张四，你别忘了还有我们呢。啊，很抱歉，上级有命令，你们两个不能参加行动。开什么玩笑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呢。可是。哎呀，不要可是了。国强，你先跟他们去，那我呢到夜总会去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好。这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走吧。你在这儿待着啊。
我说，我没枪，给我支枪吧。不行，让你来已经不错了。你现在是观察员，在这等着。叫你待着吗？我要待着，你不是早完了？好好看着吧，我去那看看。哎，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哎，抓黑皮的事儿是我们警方的事儿，在这等着。嫌犯逃脱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组长，报告署长，这次是我的失职，我保证会亲手抓住他的。还有，我不是让你好好看着他们，不准参与任何行动。我曾阻止过，是他们跟去的。好了，这件案子你要谨慎处理。是，署长。你在这儿享清福，让我去出生入死啊？我是给你机会，你表现呢？表现？哼，我表现什么？我差点死那儿了。哎，呸！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今天你在现场有什么发现呢？啊，我发现了那个在机场骗我们的家伙，这就是证物。这是假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？果然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走，去找张组长。
么时候都那么认真。走。张组长，我们到处在找你。哎，张组长，我们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。哎，张组长，从此以后我跟你们断绝来往， 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张组长，我知道我们让你受到责难了，可是署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。哎，我会向署长说明原因的。你让我们警察蒙羞，我怕你可以了吗？哎，张组长，你把话说清楚一点。我看见他拿了箱子里的钱。你给我听清楚啊，那不是钱，那是证物。哼，话说得漂亮。你们的罪行我已经报告了署长，他这会儿正和你们上司通电话呢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呀？有一点你不了解，你这样自命廉政，你会害得我们被革职的。那是你们的事情。喂，来，你不要再烦我，不然我跟你们翻脸。好好好，我们跟你去见署长，到时候我会证明给他看。你们仔细看清楚，我只做一次。你们注意看，这印刷之处有灰，这就说明印刷的压力不够，应该更高。你们说这是真钞吗？错，是伪钞。你们手中握着一宗伪钞案，在打小报告之前，最好先弄清楚。亏你还是警察呢。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。那够了够了，再喝再喝点儿。哎，来来来，倒倒，这样光喝没劲。委员，划拳怎么样？当然。哎，好，你们俩作证啊。来来来，胡说。哎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我呢？好，可不许说跟我们在一起玩不开心啊！谁说的？对，我问你啊，上次那个约不上你休息的小姐，她会不会来？不知道呀。哦。哎，张 Sir， 来来来来，小姐，张 Sir， 来来来，过来一起喝一杯，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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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嘛，张 Sir， 快过来呀！你好，我们是小偷，不配跟你坐在一起，有损你的名声啊。哎，我敬你啊。来来来，哎，何必呀，慧英，大家出来玩嘛。来来来来来，张三让一下，来坐过去坐过去，往那挤，往那挤，来来来。哦，来张三，明天市长要见你们。这什么，又要见我们？哎，说这个那是明天的事儿。喝干杯干杯。来来来，今天啊咱们只喝酒啊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来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大名鼎鼎，是个干探啊，神极了啊。敬他一杯。来来来来，敬你一杯啊。来，喝光了。对对对，干了干了。哎呦，干了，真好。再来再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快点喝呀。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，再说他是我的上司。我跟你说过，什么事情先征询同伴的意见，再去打小报告。我们这里和你们的制度有些出入，咱们喝，少为自己，多为团体想想。哎，我敬你一杯啊。我也曾经有过你这种举止，自以为有点小聪明，就不理会别人，其实那是错误的。别以为只有你们见过大世面，就不把我们当回事，是吗？我没有看不上你。
只是你的做事方针我不能认同啊。换作你和我一样的立场，我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做的。哎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什么是原则吗？哎哎哎，你们俩干嘛？存心扫我的兴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小姐喝酒。来来来，咱们俩喝，咱们喝。哎呦，别干，去玩牌吧。好的，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李大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来坐吧，坐。要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你随便。借不说话。什么事啊？想问问你关于黑皮和冯子祥的事。嗯。好吧，你去吧台等我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来喝，来来来，不喝了。哎，你会唱歌吗？会一点，唱不好。来，为了消除误解，我送你一个。这我不能要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这不是假钞，是真钱，你千万别误会。给，这是一份礼物，将来看到它，你就能想到咱们俩一起破过假钞案。嗯，谢谢啊。来，干杯。来，干。你想让我帮你找黑皮，我帮不上忙。他将近有一年没来这儿了。那么，他常找的那个女孩呢？我会帮你注意一下。凡是到这里来的客人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会逃过你的眼睛。他每次来都要换小姐，不知今晚又会换谁了。哎，那个就是冯子祥吧，他现在与黑皮处得水火不容，他身边的那个就是沾满血迹的女孩子。你还真够仔细的啊。哎，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他？我在这里做了七年了，我只做我分内的事。丽娜，我只是想知道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他。我看还是让警方去处理吧，没有人会帮外地人的。外地人？不错，你我都是外地人，我只不过比你早来了五年。丽娜小姐，冯子祥要见你，他让你快点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我要走了。丽娜，有时候我觉得你有必要选择一下立场。我选择我自己的立场。来来，张三，喝喝喝，来啊，来。来，喝喝喝，喝喝。哎，别光摆样子不喝酒啊。啊，哎，这慧英到哪儿去了？哪儿去？还管他呢，还喝酒。哎，冯爷啊，我今晚给你安排这间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你也不知跑哪儿去了，今晚这一顿，嗨，还真不便宜呢。挺开心的。哎，你付的账啊？不是，张组长，他玩得太开心了，最后一结账花了半个月的薪水。哦，真的？我想他可以报公账的吧？反正啊，他们也总算尽了地主之谊了。再说我们来这么久，哼，也该他请客了。就是。小心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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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停住！来，是他让我打电话叫你来的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孩子抢救。其实早该想到有危险的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。我们大家都是外地人，我是应该帮你们的。可是冯子祥黑皮那班人势力太大了，我就是怕你们受伤害，所以有些事才没告诉你们。慧英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手术室里。真抱歉，如果我和你们在一起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大夫，病人怎么样？病情已经稳定，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了。好、谢谢。哪位是邵国强啊？我就是。哦，他让你进去去。去吧。病人现在需要休息，说话请简短。好，我知道。你终于醒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医院。你已经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说这些干嘛？我们是排档，应该的。啊，对了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帮你去买。谢谢了，我现在还没有胃口。哦，对了，黑皮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答应我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将黑皮绳之以法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切记，一定要抓到他，这样才不有损我们的名誉啊。你安心养伤，我会让他们另眼相看的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张组长，黑皮的藏匿之处在哪儿？我想再去一趟。好，走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还是小心点好。黑皮他肯定不在，你怕什么？我是不想看到你也躺在病床上，还是谨慎点好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走。
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会有关系的。啊？张 Sir， 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这位邵先生有事请教。邵先生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对不起，打搅你了。这串亮片是谁的？邵先生怎么会有这亮片的？我们是在黑皮的藏匿之处找到的。你能告诉我这亮片是谁的？这亮片是我们夜总会一位小姐的，她名字叫诗诗。她怎么会跟黑皮在一起？她是黑皮的情人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。这么说，机场的圈套是他策划的？这很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？他已经转到另外一家夜总会上班了。你有地址吗？有啊。丽娜说的话可信吗？我想她没理由骗我们。但愿如此。就是她。哎，你能肯定吗？人有的时候是要凭直觉的。那走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管他什么地方，只要人在就行了。哎，3F 的灯亮了，好极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。啊，在这儿等一晚？怎么了？看谁耐得过谁。哎，在这儿，这能？
有沙发坐已经不错了。国强，啊，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什么事儿？是有关慧英的传闻。他有个同事拿了部分集货的贩毒赃款。那他拿没拿？他是间接的。那个人让他把钱交给他妻子。那你知道吗？我当时不知道。我们都是做警察的，如果慧英真的拿了钱，不但对她自己的声誉有辱，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做警察的声誉。冯爷，事情已经演变到这种地步了，您要是再不出面，恐怕……是啊，冯爷，我们不能眼看黑皮这样跋扈。照二老这么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派人把黑皮做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约他出来谈判。那你认为他肯吗？无论如何要约他出来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可太鲁莽。冯爷说的是，小不忍则乱打谋，还是谨慎行事，不要太鲁莽。二老请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自有打算。干什么呀？啊，对不起。进去了。进去了。这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跟紧点吧。诗诗小姐，这是你的钥匙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像在等人。行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大草惊蛇，要钓就钓条大鱼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跟那个男的走。大哥，你的模板带来没有？哼，开玩笑，那是护身符，我带着准死。抢的是我的模板，又杀了我的人，你这是对组织不忠，又对我不敬。哼，我的手下尊重我，我要属于我自己的地盘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的作风粗暴无耻？当初为你卖力的时候，你不是欣赏我的作风吗？我看你还是先交出模板，然后再讨论你的前途。嗯，我的前途，我要当一堂之主，与各地的堂主平起平坐。黑皮，凡事你都要给自己留点后路啊。这么说，我们是没什么好谈了，狼狗。枪放下！我正在急凶，你们拿枪指着我干嘛？请你记住，你已经没有执法权了。
凶犯都已经跑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法律？把他抓起来。啊，我说过，不准你带枪的。我们应该合作才对。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什么处理？你把犯人都放跑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送你出境。如果你再回来，我就要逮捕你。可我的搭档还在医院里。这个你放心，等他伤好了，我一样让他回去。可是你要记住，如果你再回来，我一定逮捕你。带走。是，先走吧。上个洗手间行不行？这样吧，我也别为难你们，靠起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委屈你了。对不起啊。这小子进去都快半个小时了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走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应该了解我，答应慧英的事我还没有完成，我是不会轻易走的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很抱歉，因为你们我已经受到停职处分了。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。不过海老，你别说了，事情还没结束，我们应该可以把他抓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难道你就看着他逍遥法外？你不能要我处处为你安排，毕竟我不像你啊。可是你有能力，你没错，可是到头来还不是徒劳无功吗？有的时候人应该为了信念放手一搏。丽娜，请你告诉我冯子祥在哪儿。要想找冯子祥，那去这个地方，他喜欢打高尔夫球，每天都在那儿。谢谢。
祝你好运。你找谁啊？我要见冯爷。大哥，他要见冯爷。你把这个交给冯爷，他看了就知道。冯爷，那个人想见你，他让我拿这个给你看。放他进来，啊，请吧。你可真有胆量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。哼，不对，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拿这个给我看。印的不错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版，这是旧版印的。一旦印出来，跟真的一模一样，完美无瑕。可惜啊，你那块板子一直在黑皮手里，你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。这个叛徒，迟早我会要他好看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只崇拜一种东西，就是金钱。那你又是为了什么？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收留了他，帮里的大小事情全由他负责管理。可现在倒好，反过来咬我，跟我来争地盘，还要我让他当堂主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他在哪儿？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我答应其他堂主，息事宁人呢。这事儿跟我有关系。他伤了我的搭档。其实，你可以不让其他堂主知道。国有国法，邦有邦规。我不能这么做。我是来帮你的。帮你拔掉这颗眼中钉，怎么样？其实我一点身价都没有，他伤了我的搭档，众人皆知。我知道，这事儿是当着你的面。你只要告诉我他在哪儿，一切由我处理，你可以置身事外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因为不论成败与否，都不会伤害到你。待会儿我们会在这个仓库里开会，黑皮他一定会来，而且还会带很多手下。黑龙，把枪给他。是，走。你们听见我说敬酒，就给我动手。走，走，走。冯爷，小心点啊！
你不是说过我们要为信念而一搏吗？好，分头行动。嗯。对不起，永光，黑皮，你可不能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组织之上啊！假如我能受到英勇的肯定，我的忠贞程度不会输给别人。那块模板呢？另一块呢？海龙，首先，你要为你过去所做的过失负责，依照组织的规矩，表示有所悔意。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你将永无安宁的日子。好，我在众人面前敬酒赔罪。拿酒来。是。冯爷，您请。医院待不住啊！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没事儿，哎，黑皮呢？Thank you.